念如一足在成正，成正玉如一足贵发愿，愿大至坚菩提现。这边的玉如一足的话，玉我们代表的是希望，也代表志愿。如意足我们一样打顺利如意的手势。贵发愿，这边贵我们比重，代表我们要非常的慎重的去找到我们修行的方向目标。所以左手代表是箭靶，然后把箭射向红心，代表立下正确的方向目标。愿大至坚的话，愿大我们双手合掌微微往上提，所以发的是佛陀的大慈悲愿。至坚我们打志向志愿的志。菩提现，这边菩提是智慧，然后显现代表我们的清净本性已经显露了出来。好，两句我们再来一次。玉如一足贵发愿，愿大至坚菩提现。今归思